名内衣品牌今天举行春夏新品发表会，艺人谢欣颖担任代言人，她一袭粉嫩洋装，俏皮甜美现身走秀，率领众模特儿秀出好身材，现场美光灯此起彼落，抢拍谢欣颖最美瞬间。是我们欣颖森林君的华格尔坐姿美人，改变就从坐姿开始，邀请了邢秀梅。一样让媒体朋友们来补画面咯，来我们看右手边，好，我们请看中间的第一排好吗？中间第一排。最近正在拍摄新戏《我和我的十七岁》的谢欣颖，自曝因为长相有杀气，因此女性粉丝比较多。更哀怨的说，有人看脸就觉得她没胸部，她直呼大家都错了，还分享美胸秘诀。喜欢我的人基本上也都是女性居多，九比一吗？很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啊？男生好像觉得我太有距离感还是什么，看起来比较凶，有个性，无法驾驭。对，所以女生居多，然后。自己喜欢的东西也很乐意分享给大家，那可能女生们就会觉得既然你都说好，那我就去试试看。对，然后比较可能他们大家都觉得看我的脸会觉得我没有胸部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个性的人感觉应该是平胸，然后我的长相感觉什么样的概念不就感觉应该是配一个小奶之类的。对，但是大家都错了。内衣当然一定要就是认真的穿，然后我还是会倒立，因为我觉得每天的倒立，如果能拉一点，你每天拉个五分钟倒立的话，其实那个胸部比较不会往地上跑。然后我觉得做瑜伽跟把手抬起来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像副乳这边，然后你胸部这边有肉的，吃东西也是海鲜，吃海鲜上胸会比较长，长比较多。